那这里我放了两个自动化，就是控这个帮浦了。基本上只有一开始需要控，一开始产生只有一点点的时候，就先不要让它抽，等它多一点再让它抽。主要怕是它一开始产生一点点，然后那一点点温度还不稳定，然后一抽就破管。哦，有了，异星出来了，那剩下异阳了，看一下啊，异星有多少啊？像是现在它刚刚又变回气体了，就是还不稳定。那这个不稳定的状态，有机会会让它一抽就破管，那破管就很麻烦，它要进去收，所以先等它量多一点再抽，量多一点再抽也不用再担心了，反正以后它会保持一定的量了，在这边。诶，它侦测到火箭回来吗？看来是哦。火箭回来刚好陨石蛮麻烦的。哦，这一根火箭哦，你也可以不用出发了。我们把那个管线拆掉吧，所以我们会改成这里用石油哦，这里用石油改成用石油的。那小丸就先不放出来，反正它最高。哎，这个怎么了？应该是被敲到吧？嗯，这个位置被敲到也没办法哎。啊，不然这里就直接让它。用电线啊，算了，先不要。哦，对啊，应该直接串电线过来就好了，就不用搞这个高尔电连接管。哦，这边废热升到300多了。哦，那个，像是这边温度已经降到适合的了，里面已经负192了，所以它那个啊，液体还在跑，哦，液体还在跑，可是那个冷却机没在动了，所以这边这个桥接管的作用是这样子啊。就算冷却机停工，这边液体还是会动这样子。然后我发现呢、啊，我这根火箭已经发射了无数次了，然后也没有带回来一个振荡器，所以我可以很确认的跟你们说，振荡器应该是全部研究完，然后才会送你一颗吧？要、啊、不然这边早就应该带回来一颗了。都去多少次了？去了非常多次哎。所以这边应该是振荡器是有限的啦，我觉得啦。照这样说的话，我们振荡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就20颗。所以你要确保想要拿到你想要的属性，我就建议用独挡的方式了。像我就比较想要那个潜水员的肺，那全部小豌豆潜水员的肺那就很好。因为拿到一个，就等于少了半个小人的氧气消耗量哎，所以我看到时候我要不要也用独挡的方式，让全部小人都吸到那个潜水员的肺，这样子他们氧气消耗量又会大大的减少了。然后我们这个用燃油引擎，那我猜一下，如果用燃油的话，去10000，能不能带三个舱呢？诶，可以。可以带三个舱，用那个液氧就可以，所以我们可以带三个扩舱在这边。一，哦，这个要慢慢改，还想说先叠上去，没办法。然后我们也是这个位置放那个氧气，所以管线就直接这边，哦，刚好二三四，不行哎，嗯，我们这边先偷工减料一下，用陶瓷吧，以后会。有的啦，哦，应该没问题的。先暂时用陶瓷，那过来，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哦，这边发生什么事？怎么蒸汽爆出来了？应该没事吧？可能是刚刚水平吧。哦，这里也好了，这里拆掉吧。哦，一氢一氧都有稳定了，稳定增加，那就没问题啊。然后石油之后我也会考虑做裂解啊，所以所有管线我们一定会有石油管线啊。因为这个飞行一定会用石油，所以才想说留一根石油火箭在这边啦、啊。早知道这当初这根盖这边就好了，就不用改了。哦，不过也是要改，改成液氧啊。对，液氧的量已经超过液氢了。哦，一来氧气比较容易冷却，所以真的氧气会比氢气多很多，无论是氢气生产的量还是冷却的量。所以一根氢气引擎，一根石油引擎就好了。来，这边就是氧气舱了。
然后卷烟材质还是没加哎，还有没有地方可以找到芦苇啊？还没有挖掘过的地方，哦，这边有一堆，来这边挖过去。其实我在挂网的时候也找到蛮多这种之前没有收过的芦苇点的啦，所以才可以说冲到这么多那个绝缘材质出来，不然以我现在那个龙毛蜥的生长速度啊，是没有这么多芦苇的。来，这边挖过去，这边还有，就把芦苇通通都带回家吧。然后火箭也刚好回来了，那就把这些通通都拆了吧。嗯，火箭头好像也要拆掉了，因为到时候三个仓，然后氧氢，对，火箭头也要拆。我们就先不拆这个，先拆这个，让它过来这边。哦，这样子就不用怕小人快跑回家了。到时候石油仓就是燃料仓，哦，然后再两个就好了。最后这边我们要放多少？我看一下，1304。哦，然后这边一个有多少？一个有500，所以现在量是够的，所以可以开始缩进去了。我看一下陶瓷管线会不会温度变快？应该是还好啊。陶瓷的隔热程度也是很夸张的，导热系数是 0.19， 所以应该是没有多少变化，所以还好。啊，有变快一点点。哦，先不管它。来，上面这边石油仓，我们第一个仓就放900，因为它总共加起来需要1304。哎，那我们这个先404好了。那下一个仓放900，那就没问题了。然后管先把它接上去。OK。然后这边温度多少了？500多了耶。感觉真的是可以先穿过来这边欸，虽然说有点浪费啦，可是没差啦，重点就是不要让它坏掉而已啦。欸，所以到时候蒸汽发电需要降温也会用到这条冷却管嘛，所以冷却液还是会需要加进来的到时候。所以我们事先可以在这边先盖好一个帮浦，然后用来放冷却液。来，这边温度先让它倒过来吧。哦，然后这边也好了，来，应该没缺了吧。哦，这边900。哦，诶，为什么会带了这个东西回来？等一下，诶，大家有发现吗？本来我那根火箭是飞这里的，后来我想让它说不要出发，我把它调成飞这一个，结果他真的把那一个星球的东西带了回来。他本来是飞这一个，然后调成这一个之后，他就带了这个星球的东西回来耶。欸，这么爽的吗？不知道官方有没有知道这个 bug 啊，赶快把它修复啊，这样子真的太赚了吧。这样子我就偷偷的到时候调到上面，调到这边，看一下，这个带瓦斯流回来了。哦，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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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做这种事情哦。我们正常的游玩哦。看一下这个，哦，管线还是坏掉了，里面陶瓷还是有温度变化了。这边1、2、3、4、5需要五格哎。啊，芦苇还有哦，有在产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看。下一趟出发之前就会换成那个绝缘材质啊，那以后都不会再破管了。那就直接串起来。好，那这个我们调优先9，然后把这个拆了。小应该会直接飞过来吧？他进去了，还没选择目的地而已。那我们绝缘材质目前是够了，我们带一些 MB 回来吧。好。来，带个库拉西回来，开始任务。会不会撞爆这个？哇，这样子会不会有问题啊？这样子会不会中 bug？ 哦，信号线全部坏掉了。看一下，这信号线是接这边的。
之前这边是那个蒸汽引擎哦，没有那么高温哦，所以讯号线就没有坏。好了，那就到这一根了哦。